好发球吧，能够发出一些威胁。其次就是正手还是要能够有一些空间，有的时候没空间，你有速度有落点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不需要每个人全去这种发大力去冲。发完球以后，人首先重心上能够调整是一个用正手进攻这种一个角度吧，能够预判对手的这种来球，然后再去进攻。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发球抢攻，马龙的第二本抢攻力量很大，旋转很强，原因就在于他第二次启动用侧身步法的时候，他的重心很低，这就保证了他这版正手的弧圈能够力量大，旋转强。阿伦斯的话，一个是拉可能相对引手相对要大一点，然后会低一点，可能斯的话要是速度要更快一点，然后手会高一点，下旋会有一个向上向前的力量，上旋可能直接就是往前撕就可以了。一方面多练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对球的预判，有的球长短啊轻重都不一样，所以脚底下还要能够调节好，虽然都是定点，但这种脚底下对每个球的节奏还要不一样。第一板拉的时候，板型打得比较开，摩擦得比较充分。第二板速度明显快于，节奏明显快于第一板。在赢球发力的时候，板型适当前倾，借力中发力，它发力的用力方向和手腕手指的用力的集中做得非常充分。拉第一板球的时候，身体重心比较低，甚至包借助腿的动作向上蹬的感觉比较多，这是为了发出更大的力，把球拉得更转。但是第二把借力中的发力，拉这板球的时候，马龙的身体位置明显高于第一板。
就算正好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看球，然后就有一些注意力会在反手，你不可能正好拉中心注意力全在正手，然后做一些准备的时候，然后再加上就对球的预判，脚底下能够到位。但如果在对拉的时候有一些空间的时候，反手可以稍微引一点手，然后转一点腰，像其实跟正手动作其实差不多吧，都会有一点什么样。正手挥发后，有的时候，要能够拉，就在对拉的时候要能够拉长、拉高一点，就像正手对拉的时候要能够适度，可能在节奏上不需要像在近台那么快，可以稍微适当的放慢一点。站位，两肩的位置要比在近台要宽，而且纵向感明显要强于在近台的时候。在对方把球拉到自己的反手之后，正是由于他碎步调整的好，重心交换的充分，所以说他反手引拍也是非常充分的，尤其是他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左脚适当后撤，给引拍和发力留下了更充分的空间，这点是需要大家学习和注意的。